刚才为什么要躲我？往哪儿跑？嗯，你是我的代驾老师。 我叫焦家人，北方有家人的家人。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我不是你老师，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当医生。你要是适应得了，你就适应；你要是适应不了，你可以给我走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先把早饭给吃了。那我哥哥帅不帅？还行吧。你今天那些自拍真的没法看，太辣眼睛。感觉郑重现在瞪大神，原来也有吸猫的时候，这是萌萌吧？ 你还我！快走啊！华佗，哎，奖励你的，辛苦了，老母。我到了。我想陪你也再多待会儿。你走吧，赶紧走吧。我觉得还是把你送回去吧。赶紧衣服换上。我想咬你。 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的味道好好。